朋友大家好，康康秀照亮你的路。今天呢，我要介绍的就是阿米卡特啊，这个来自加拿大的品牌。那它上面的资讯呢，是来自说它是有俄罗斯的、有加拿大的，还有其他国家的，然后他们共同组成一家公司开发出来的一个军规手电筒哈。那我最近有使用他们一些手电筒，觉得还不错。首先第一个呢是去年使用的这一支，它的头灯，它有非常多的系列。那我直接跑到白沙湾海水浴场，丢在水里面，再拿出来，再来冲刷，然后从四月份开始，一直到八九月份，我几乎是每一天就当着我的 EDC 哈，挂在我的胸部前面啊，做一个泛光性的照明。那我也买过它第二代的头灯，那我这边是第一代的啊，头灯或钥匙灯，好，得到一个很大的泛光，我觉得不错，它的手电筒有一定的价值存在。然后它打出十年保固、军规、耐摔，25公尺防水25公尺哈。那我在后面的视频呢有测试蛮多的，实际上我是先测试完了，然后再来拍这个片头哈，因为我也不敢保证它的手电筒是不是真的那么强悍。那之前它一代呢是6年前我就有接触过，非常的坚固耐用，但是我嫌它操作不够顺畅啊，要转盖子1/3，然后磁吸充电，好，但好处就是它整个筒身的完整度非常的高。后来出二代跟出 Polo 的最新版本，它就有更改的这手电筒的一些的设定，让更符合我们的操作需求。像这一支呢是属于泛光型的，它有聚光、有泛光，还有中间值哈。像这个就是所谓的聚光，好，这是我后面会拍摄这支影片啊，这是中聚泛光的哈，这灯头不一样哈啊。聚光跟泛光的都是抓大灯头的，好，那里面的钢化玻璃加上钢圈的灯头，然后前面的这整个铝合金应该是车销吧，我不确定是外壳车销还是里面铝合金，好，反正做的很坚固耐用。那我有泡在瀑布里面，我泡在水里面，我丢在溪里面，然后我在石头地上面乱摔，泡在那个沙石地上面，然后用摩托车压。但这个前轮啊，后轮我怕打偏哈，那它一样有维持很好的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操作。那我没有用它去敲铁钉，可能快没电了吧，不晓得。OK 好，那原则上呢，我就觉得如果你需要长时间户外使用，像有一个朋友是说他在那个要船上使用，或者是比较严苛的环境，我想加拿大 Armytake 这支军规手电筒应该是可以符合大部分的人需求哈。当然可能会有更强悍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一支已经让我叹为观止了。那在有些手电筒，我会希望它本身的筒身哈都是没有，我可能要打开来盖子啦，或有太多的按键啊，或要那个充电的地方哈。我用磁吸的，我会觉得蛮喜欢的，因为代表我不需要拆筒身，好，那可以维持它的一个完整性。好，请接下来看我的测试影片。
Amitek 泛光型的手电筒，好，它的是 VIKING 好 Polo， 它是第二代第三代吧，灯光开了，好，就往下摔，再摔，还摔，继续，一样呢，还是维持它的效果哈，没有什么坏掉的情况。哦，你好，测试手电筒啊，感觉是不错啊。刚刚是摔第一次不够，我们再摔第二轮，好，一样打开来了，后退一步，摔，好，旋转，哎。这个设施要小心，不要打到自己头了。这边好，是碎石之路，这边呢是泥土路哈，来模拟我们各种的状况。那在山区嘛，什么状况都有可能发生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手电筒防摔耐摔，一样继续，还可以使用，然后开关都很正常，一样是可以照远的，啊，这是照近的，泛光200多公尺，2200流明，好，它有非常好的一个减震，还有耐用的硬质的铝合金，好，哑光耐磨的漆上色，然后灯头呢跟它的筒身呢都做非常紧密的一个设计哈。这样子，这个好，这个安全区域好，那旁边就有这个三角锥，然后这边是一块平台，好，马路是在很后面，所以是个安全的地方拍摄。那这只是一个简单测试，并不能够代表什么，你可以把它当成广告效果，但是我尽量就是呈现这个效果而已哈。这个这只是一个效果哈，那我尽量呈现。还是可以使用哈，很厉害的手电筒。当然了，都被压得迷迷冒冒了，但是上面吸了好多铁腿，擦干净。
真实测试哈，真实测试，不建议你这样做。我只是证明在极端环境中，它可以被压个几次。当然，如果你用车子压，可能就没办法了。车子压好像有被压坏过。那这个如果说你后面有土的话，最好把它清干净哈，冲干净，然后整个桶身呢，把它毛刷刷干净哈。这个钢环哈，跟整个的压的，你可以看它的这个金属哈，就是非常的耐用。我摩托车来回碾压磨损，这边钢圈都帮我有点毛胚了，但是我玻璃没破，我这后面要清。这边好像有点铁砂的感觉，这是半光型的。那它还有聚光型的，还有中间值的啊，都可以。然后它一样磁吸充电，然后防水。但是如果你压过之后，要注意它的防水喽，好像有可能不知道哪边会压破吧？应该没有，应该看起来都蛮正常的，桶身应该都蛮正常的，跟杯也都蛮正常的，就是很明显的明明冒冒。对，所以你在户外哈，有一支强悍耐用的手电筒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不管是聚光还是半光还是聚半光，好，那搭配马盖先的那个十号电筒套，好。现在呢，我们继续来测试这一支阿米卡特的手电筒哈。你可以看到我摩托车压过，丢在水里面，丢在沙石地里面哈，但是目前应该还是蛮正常的啊，还是有灯光，蛮亮的。然后呢，转开来，哎，也是可以转开来哈。OK， 代表它桶身是没有变形的。如果有变形哈，就不会转这么顺了。OK， 那我们来看看尾盖。尾盖可能有一点变形，一点点吧，但是也还正常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它在之前的一代哈是有人拿来打钉子，甚至用弓箭来射它，但是我不大想哈，我就直接很简单的撞击一下冰块就好。这是刚从冰箱冰出来，哎，有点变形。这边还有这个哈，冰块。应该这样敲 OK 吧？好，试试看哈，有灯光的哈。哎呦，哇靠！我靠！哎，这么坚硬啊 ！OK， 再敲一次哈。看看它的灯头，摸一下，应该是没有变形。这是我刚敲的地方哈，这里应该是吧。OK， 然后。小光点放 ，OK， 好，关掉，等三秒钟，一、二、三，再开，记忆功能，好，关掉，再等三秒，一、二、三，记忆功能，好，选景，全亮模式，点放，哎，还蛮正常的哈。哎，不错，哎，很好，哎，这是阿米特克的加拿大手电筒啊，非常的坚固，哎，好，来看它的冰块。